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神。今集就同大家讲下新怀基四日面用金色鸡蛋轻松击杀城主嘅方法。咁第一只金色鸡蛋嘅位置咧就系湖区标记嘅呢个地方啦。跟上我哋穿过前面嘅鸡群咧，就会见到金色鸡蛋嘅位置啦。而第二隻金蛋的位置呢，就在王座厅的上锁宝藏入面。当大家去到章节要求玩家前往钟楼拯救 Ashley 的时候呢，就先翻转头推开这一道门，再前往王座厅那里攞金色鸡蛋啦。战斗方面用普通鸡蛋打停城主，跟首先再连续使用两隻金色鸡蛋丢向城主，将佢轻松击杀。好啦，咁今集呢就到呢个位置啦，希望帮到大家啦。我是马神，我哋下条片再见，系咁先，拜拜。